接下来我们来拆多少袋？第39袋。对，39袋，争取能抽出超严啊。嗯，好。开始，那今天从下边拆怎么样？从下边拆。等下边拆。哎，火火，你不能这样拆。那这样拆不行，火已经四了。这儿从这儿拆拆。对。我帮你撕。哎，别撕了，我就为了让它的盒完整一点。好。好吧。除非这个盒已经打开，还不如从上面拆了。我要，妈呀，爸爸，我也要这个面包的第二个。好，开始。哎，这面包的第二个，哎，这是哪个？点进一个生的，这几个。哎呀，请让这个。你来拆。肚子。哎，你让我拆这个了。好好好。好好的运气啊。第一个。是比猴里哈哈猴里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老鼠吗？这个熊是一个老鼠，这可能是个老鼠啊。嗯，好，接着来，接着来，那你上工具，这怎么弄？好，这怎么弄？这个感觉好危险啊！你先帮我拆这个。帮你拆哪个？这个。啊，好吧。这就是超严。宋豪，你想拆哪个？不是，我不想打这个卡，这个卡太硬了，哇。鸡重环 B。鸡重环。这都无所谓了。来这个啦！这个。要就是让我，你每次要我打卡不行呀。那我来打卡。行，你来打卡。哎，看看啊，这个我感觉应该是终结者。终结？不是。是什么？这可能是极速杀神吧 ，Joe Vicky， 极速杀神。哇！极速杀神，基努里维斯演的电影。下一个。下一个给你。好嘞，给我看。是不是超人呢？升起司，大胆升起司。哎，升起，哎，是哪个升起司给我？你先拆开吧，我拆吧，太慢了，给大家看看。是升起司。给我。这是一个面包，上面有个生字儿。啊，终结者。嗯。终结者。什么？就是终结者。施瓦辛格的终结者。嗯，行。下一个。待会儿送给我。嗯。你预定了。什么？我刚才不就是说我要终结者？下一个到现在还没有隐藏啊！哦，这是我想要的。什么？取集注意。这是妈妈想要的。这潮牌，透明的。妈妈想要的，这不是你想要，这是妈妈想要的。那我们俩都想要呗。那你们俩一块用，嗯，看，大家看。还好，我看看 ，The Black Air， 这是黑眼圈，是黑眼圈吗？这超牌的名字。屁股，我打开看看是什么，我还真不知道是这个卡是这个，在里面是什么东西不知道。是黑的。黑的，给大家看看。好嘞，下一个，后一个，就这个了。
目前还没有隐藏啊，还没有。说第二遍。抽隐藏，抽小窗明也行啊。就是。又来升起司。果然是一个升起司，跟刚才是一样的，是升的。行。我拆一回吧，拆的都不好。看看啊。是啥？又虫子。虫子，好，那我不用看了。再抽一盒。再抽一个。抽这盒。OK。怎么感觉那么快就快抽？咱们抽的快。好的。这台我来抽啊。你打卡。每一次都是你。中奖了啊。真果然。又是黑的，哎呀，都不好看。吹口气，吹口气儿。下一个啊，目前还没有抽到太喜欢的啊。集体注意还可以，这盒子烂掉了，不要了。等我那个。等等等等。哎呀，终结者。终结者，抽个终结者。打开吧。我还没找着口了，没找着口了。目前终结者有两个。第三句。五。三是，我觉得吹口仙气儿啊。看看啊，这应该是好东西，应该是个好东西。看看，看看颜色啊。颜色。看看啊，这真可能是个好东西。哇，小丑女。OK。下一个。目前还行啊。可以让观众拿看一看啊。哦，是个熊。什么？是小熊的那个。哦，小熊的，我看看长啥呀？呀，你那么快就拆？你先拆，你先拆，我先把这个弄。我这个小熊，哇！小熊，是妈妈最喜欢的吗？给他们看看。新的一卡。哦。先抽卡啊。你抽。哦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什么？这是命中率二点几那个花纹艺术家的这个2.08，这个应该值点钱，稍微值点钱。哇，什么？你说这个我还没被别人还没看到过别人拆开过。哇塞，你不是说那个之前的那个吗？就是那个。哇，是这个。对，是这个。给他们看看。这不是还好？下一个，我先看，先打开吧。就是。我看样子。现在目前抽到一个不错的了。我看看。什么？哦，basic。基础款，基础款，行吗？行了，这就够群的。这是个 B， 已经抽了两个 B 了。好，下一个。抽了两个 B。下。哎，什么时候抽 B 呀？嗯。哎，我说什么时候抽的？基础款。看看有没有超引啊？好嘞。抽个超引吧。感觉是超引啊。嗯，这是什么？没见过，是个小白熊。哎，这不是超野。那是什么？这是倒数第二个。那你打开啊。倒数第二个是我最喜欢的。嗯。恭喜你，我没得多。耳朵是钻石。耳朵钻石，哎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啊、哦。
哇，这好好看啊，这还是粉色的，看，有钻石，上面这还真好看，目前抽还行啊，嗯，只不过没有抽到一个隐藏，目前，好，让我抽个真鹿丸吧，行，什么叫真鹿丸？是一个药的名字，药的名字，是一个超级隐藏，超级隐藏，真鹿丸，来吧。我看这肯定，这肯定是真鹿丸，这一定是。哎呀！基础款。基础款。哼，不太重了。下一个。给。三个基础款了啊。三个基础款。对呀、啊。三。现在还没有爆隐藏呢，一个隐藏都没爆出来。真鹿丸，真鹿丸。哎呀，好丑！哇，这个我喜欢。你好喜欢，口味好重啊！好丑，他居然说喜欢，你给大家看看。这个。你给大家看看。哇塞！马上要开完了，但是现在还没有一个隐藏出来呢。嗯，对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就吹吹。运气有点差。你就看看这个是不是隐藏的。是隐藏。哎呀，又是小熊。哪说是隐藏？怎么是隐藏？下个，还有几个？嗯，还有最后四个啊，还有最后四个，还有最后五个，看能不能抽出来啊，抽一个隐藏出来，怎么也能抽一个吧？对呀、啊，怎么也能抽一个。这要抽不出来就亏大了。就。目前前面两盒都抽出来了。对呀、啊。你拆一回吧。我拆了。没有我们手好，看看，真鹿丸，真鹿丸，是吗？是真鹿丸吗？应该是隐藏的吧，我也不知道。等我，一、二、三，哎呀，要你最喜欢那个丑八怪，这盒不行啊，这盒太差了。这盒没抽出一个值钱的，哥，来，你让我抽吧，你这个没有一个抽好的。我打开再看，撕开一点缝儿，哎，是蓝色的，是蓝色的。你先拿你的，你先拿你的。等会儿你先打我的。我感觉什么东西？呀，哇！是国旗。哎呀，国旗应该是非洲的一个国家。哎呀，最后三盒没有好东西了吗？对呀、啊，来，这盒是白买的。哎呀，这一盒是白买的。一个隐藏都不做。就是，不该我中一回了。呀，就应该让你妈妈抽啊！咱们抽的怎么手气那么差？就是啊。哎呀。基础款，基础款，下一个，最后几个了，最后两个咱先拆一个吧。好，这盒是没有抽到一样好东西。忙一忙一轰，这鹿丸超人，黑不溜秋的东西，哎呀。极速杀神，哎呀，一个超也都没出来，最后一个。哎呀，你给妈妈拆吧，妈妈好。让你妈妈拆吧。也行，反正没重样。哎呀，完了完了完了！什么？什么？让我看看。小熊。啊。哎呀，目前嗯倒是集齐了，也行。整个就是没抽出珍藏版来，超银版，但是熊应该是齐的，熊应该是齐的。行了。行。完了，这盒失败了，这盒失败了。跟大家 say goodbye 吧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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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。
拜。下次接着抽。下次。下次买哪个回来再抽一回。好了，就大家拜拜。拜拜拜拜。拜拜。